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 ILH 讲座。我是来自成功大学心理系四年级的学生陈佩文。首先，我们要先感谢安和集团总经理何义国先生所说，别在梦想之后画下句点，因为他的达成是下一个成功的起点。这次的讲座，首先我会从我自己谈起，再谈到我们的成功大学这所学校，以及我的转系历程，跟我在心理学系及教育学程的经过，最后谈到我的课程、课外活动表现。首先要先来认识一下我到底是谁。我叫陈佩文，我来自成功大学心理系，同时也兼修中等教育学程。我认为我是一个很爱孩子、很爱旅行，但我也更懂得爱自己的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会了解了。首先，这次的讲座主要我想跟大家 talk 谈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希望可以聊聊我在大学四年里的经历，可以分享我的学习历程、我的课外活动，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这个人，同时也可以去想想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你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首先第一部分就先来谈我的学校。我就读国立成功大学 National 成功 University， 简称 NCKU。 成功大学是一所综合型大学，它拥有11个校区、9个学院、42个系所、38个独立所以及7个学士学位学程。在这里你可以有多元的选择，不局限于你的本科学系，你可以跨领域的学习，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选择成功大学的原因。再来介绍一下，成功大学位于台南，台南是一个充满古色古香、富有历史气息的一所学校。在这里你可以学到台南人独有的热情，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人情味。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一下我的转系历程。我一刚开始进入成功大学的时候是以指考进入台湾文学系，所以一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其实不是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转系成为一名心理学系的学生呢？这就要谈到我的高中生活。高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同学，他具有心理障碍症。在那个时候我陪着他度过了高中两年多的时间，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心理障碍症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心理师在这其中的重要性，也开启了我一个契机，我想要转系成为一名心理师。但真正确定我真的想要走心理学研究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条路的一个因素，是我在升大学的那一年我到了海外从事国际志工的服务。在那一次的服务里面主要从事儿童教育，那这个部分呢我到后面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那这次的经验为什么对我来讲冲击很大，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心理学跟心理师在世界在社会上可以贡献的是很多很多角色所无法取代的，也因此确立了我进入了大学之后我想要转系成为一名心理学系的学生。在这次的转系历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选择转系是我一个个人的抉择。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家长啊家人可能会没有办法很认同，像我自己的父母就是，他们会觉得你心理系出来可以干嘛，可以养得起自己吗？一天到晚听人家说那些负面情绪，你可以受得了吗？这是我父母一刚开始对我的选择很不能认同。但我觉得在我自己选择转系的历程，我是一个规划性很强的人，所以我会借由我在我自己大学 四年里面的先做好一个规划，让我父母知道说我为什么会想要读心理学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们可以更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心理学系。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当你选择了某一条路之后，请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千万不要再去想如果我当初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觉得那都是就是
后来的事情，我觉得那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其实我分享我自己的转系历程是我自己的选择，至于你是不是要真的走这条路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在转系，如果你在成功大学准备转系，你有哪些必须要准备好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成绩。在成功大学转系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在你们班上排名越前面越好。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可以排在你们班上的前十名，你越有机会可以转系成功。接下来其他的条件就是看各个科系的选择，有些科系可能会需要你的备审资料加上面试，像是商管学院跟护理学系等等，他们就很要求备审跟面试。但以我为例，我转到心理学系，心理学系它其实很看重的就是成绩，所以我其实要顾好我大学大一这一学年里面的成绩，送上我的成绩，教授们就会去评估是不是真的要收我这个转系生。那有些学系呢，可能需要笔试，像是外文系，它就可能很看重你的英文能力，它就必须要经过考试。所以其实每个系它的规定不一样，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要上网去搜寻我们的转系标准。好，那这是我的分享。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件在转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莫忘初衷，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在我在准备转系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在过程中你要撑一年里面，你可能会有些人可能选择了一直 focus 在读书这件事情身上，所以你可能有很少很少的课外活动，这部分你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天到晚要念书，我到底要干嘛，我到底为什么要转系，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很开心的在跑课外活动啊，参加系上的活动。但我真的觉得就像我前面讲的，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跟你要负责任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你很挫折啊，很疲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想一想一刚开始为什么你要选择转系，去回想一下你当初心中的那一种感动跟感受，就会让你重新的去找到你自己今天坚定转系的这条路未来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接下来我来谈一下我后来进入了心理学系，那心理学到底是学什么样的一门学问呢？心理学系 psychology， 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个我可以解读你的心，我可以看到你，我就知道哦，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什么之类的，或是我们是不是算命师啊等等的。但其实不是哦，心理学系其实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在大学里面是我们培养通才教育的一个管道，所以其实在大学里面心理学学的非常的广泛，它举凡包含了其实像是諮商、临床、工商、实验、发展、计量、一般等等，它涵盖了很多很多的领域。那如果你发现你对，比如说我对諮商非常的有兴趣，那我可能到了研究所可以继续进修，就会有分组了。这个部分呢，就是研究所更专精的部分。接下来我来谈谈一下成功大学心理系它的特色是什么。成功大学心理系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学系，至今才八年而已，所以其实你累积的学长姐不多。但同时我觉得它有一个优势是，就是因为它只有八年，所以你可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心理学系，你可以努力的去争取跟系上的教授、同侪、学长姐等等之间的关系，都是你自己可以创造的。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成大心理学系它其实学分的要求没有非常的高，没有像是理工学院这么多学分，所以其实这同时也是给你自己一个跨领域选择的机会，你可以同时去修其他学系的课程。再来很特别的一点是，成大心理系它是在隶属于社会科学院，这跟台大或是政大他们属于理学院，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说你到底走心理系，你到底要走哪一间学校？因为其实你如果看课程规划，其实每一所学校它的重点跟它的领域其实不太一样。那在这个页面上，其实我呈现的是我那一年入学的，我们101级入学那一年的课程规划表。其实它的课程学分会有一点变动，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大家要上网去查一下你那一年入学的标准。
那在成大心理系，它的必修学分如我在 PPT 上所列，这些必修学分其实没有非常的多，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大四是没有必修的课程，所以大四的那一年你可以自己安排。那大一到大三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跟着我们系上所安排的规划？其实不然，你可以自己去规划你大一到大三甚至大四你要怎么样去安排你的心理学的课程，你要怎么样学习，你认为才可以达到一个连贯性，这都是你自己可以去规划的。所以其实在成大非常自由，但你同时也要非常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再来我要分享的是心智影像研究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资源，那主要是位在医学院的诚信校区那里。那跟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在那里面我们主要做的是 MRI 磁振造影，这部分呢可以结合到心理学，我们想要探讨我们的内在历程，很多我们是没有办法从表面的行为可能就可以了解，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内在心理历程，我在想什么。那我们想要知道说，当你在想，比如说你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结构跟你的功能哪些是跟我思考相关的，那透过磁振造影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进行实验，就发现诶，当你在做跟比如说跟情绪有关的实验的时候，你的大脑的脑区哪个部分会有显著的亮点，会发现诶，这个地方有在运作。那这个时候外面的分析师跟研究生们就可以透过大脑的多层切面技术，我们就可以看到诶，大脑现在运作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结合到我们自己心理学的应用，那这部分的话主要都是研究生以上的学生们在使用。那如果你是大学生，怎么样会使用到这个资源？第一个就是你若进入了实验室，就有可能到这个地方来做实验。那后续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实验室到底在做些什么。接下来应该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心理系未来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很多父母常常会问我们的系主任啊、系上教授说，诶，我孩子读心理系能干嘛？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那在这里我要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五个部分。首先我会先来介绍一下心理师。心理师是心理学系 50% 的人，我们通常会选择出来做的一个工作。那心理师我要先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心理师在台湾的发展里面，他是非常要求你必须要有研究所的基本学历，你才有那个资格成为心理师。所以呢，你必须读完大学之后再去考研究所，读了两年，至少两年的研究所之后，再一年的实习，实习完之后呢，你才有那个资格，你可以去考高考成为心理师。那心理师又分两种，一种是临床，一种是谘商，就依照你自己的兴趣的不同来做两类的区别。接下来第二个未来心理系可以做的事情是人资主管。如果你是一个对于企管商业很有兴趣的学生，你可以结合心理加上商管的知识成为一名人资主管。人资主管其实在做的就是人力资源的选拔跟组织人力资源，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跟心理学有很大的相关。你在读工商心理学，在读社会心理学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心理学不单单就只是心理人本身，还有很多跟商管可以结合的部分。那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到企管系修课，或是到其他商管学院。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UX。 UX 是 User Experience 的缩写，就是使用者经验。使用者经验是心理学与设计结合的领域，在这里你可以透过你心理学的素养学习，你了解了一个人他背后的一些理论，再加上你对于设计的技术也好了解也罢，在两者结合之后，你可以朝向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张椅子，那一张椅子不是只有设计这么简单，你还要去了解我人怎么样坐起来会很舒适，才可以符合我今天要生产这张椅子，才可以达到我们人适合的那个角度、舒适度等等。所以这个是 UX 部分在做的事情，甚至 APP 的开发也会跟这个有关。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来朝向 UX 的路发展。第四个就是关乎人，是心理学结合司法法律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有些人会选择到法律系修课，去更了解法条，了解司法体系。
那关护人在做些什么呢？关护人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监狱里面会有所谓的关护人，他会去了解受刑人的心理状态，他也会去关照一些他们的家庭状况。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假释了，那关护人也还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家庭的访问啊，调查看一下受刑人在这段期间他自己有没有所改变，那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帮助等等的。第五个部分就是学术。学术，如果你认为你在大一到大四里面学习，你发现哦，心理学真的就是我想要走的，我以后就是要研究人的行为，我要研究什么人的内在历程，我要研究认知等等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我要走学术。选择走学术的人，他们的通常都会选择考研究所，那依据他自己不同的领域考不同的研究所，那还有的就是继续往上念到博班。最多我大概知道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出国，出国到各不同的比如说美国啊欧洲等等，去吸取不一样他们的学术氛围。这些是我在这边简短的介绍，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心理学其实出路很多，心理学还可以做什么，这是大家自己可以去创造的。就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今天在看到一间公司履历好了，他们在开职缺的时候会有人要求一定要心理系的学生吗？不见得嘛，他们其实很开放，很少会有人上面说不能是心理系或是非心理系不可。这是一个弱势，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优势，就代表其实心理学他学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广泛。你要怎么样去结合这里我所讲的第二专长是很重要的，结合你自己的第二专长，像我刚刚提到你结合商管的企管的专长，结合设计的专长，结合法律等等之类的专长，你可以开拓你不一样的道路。所以它其实不这么局限，就是我一定要走心理师这条路。接下来我要谈到我的第二个算是学系吧，我修了教育学程。教育学程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学程，但其实它有它的标准跟规定。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教育学程在成大里面，你一刚开始你是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它会释放出简章，那你可以报名，但报名的资格它是有规定的，你必须要是你们班上前 30%， 其实没有很严格，或者是你的学期平均吧，好像要70分以上，还有操性成绩要80分以上，其实它的规定没有非常的要求我成绩一定要非常好的学生，它其实就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对教育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修教育学程。因为其实我们在成功大学其实没有教育系这类型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对教育有兴趣的人其实你可以修。但是我想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在教育学程里面是需要付学分费的，它不是我们大学缴了学费之后我就可以免费去修习的。就像我说的，你要有资格之后它会进入笔试，笔试通过之后还有面试，这三关通过之后你才有一个教育师资培育生的一个资格。所以呢必须要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每一个科系它的要求跟规定不太一样，有些学系可能你教育学程修完你可以把它抵成自由选修，如果你可能最后不想要走教育这条路的时候，但其实有大部分的学系它是没有办法抵成自由选修，所以这是必须要注意的。像我们心理系就不能抵成自由选修。那教育学程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培养一名教师，一名中等教师。在成大我们的出来可以走的是国中跟高中的教师，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是走心理加上结合教程，你走的就是只能走国中的辅导教师。那在教程里面必须修习的就是教育专业课程、专门课程，再加上实习之后才有资格可以去考教师检定。那在成大的教育学程它很重要的就是有这九点。第一点就是 efficacy， 就是效能， diversity 多元， universe 国际， cooperation 合作， action 行动， technology 科技， innovation 创新， openness 开放，跟 nothing is impossible。 在成大的教育学程它希望培养的是拥有这九面向的一个人。他不是在叫你一定要成为在台上授课的老师等等，我觉得是培养一个心态，对教育的看法。你可以透过教育学程跟来自很多不同科系的人聊，到底教育在做些什么，在台湾的教育又可以做些什么。
接下来这一章简单的就跟大家说，我们教育学程的专业课程主要修的就是26个学分，那这部分其实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接下来我很快的先讲一下我的课程，在心理学系跟在教育学程，我主要挑了几门课程跟大家分享。首先心理学我想挑两门，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印象很深刻的两个课程。第一个就是心理实验法，心理实验法是我们大二上下学期一整学年的一个课程，在上学期主要修的是一些理论课程的部分，在下学期就是实作。所以呢，我想要分享一下在下学期的实作经验。在下学期每一组你都必须要形成一个团队，你必须要去选择去看 paper 去了解以及产出你自己那一组的你的实验跟研究。所以在这过程中，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学习跟不同的人怎么样去合作，怎么样去找到你们都有兴趣都想做的一个实验，最后产出在我们最后学期大二结束之前期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poster day， 就像是 seminar 或是国外的年会一样，你要呈现出你的 poster， 就是所谓的壁报，你要分享你这个实验从一刚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实验，你怎么设计这个实验，实验分析结果是什么，那在这过程中你有哪些可以改进的讨论是什么。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讲其实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堂课。那个会场就像画面中所看到，就是大家都在看着你的壁报，我有兴趣我就可以走到你第一组你在讲什么，第二组，所以它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同时也是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讨论，看一下我这个研究到底哪里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印象深刻，让我们可以更接近研究者到底在做些什么。这就是一些我们在报告的一些照片。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另外一门心理学的课，叫做感觉与知觉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这是也是一门必修课，它是摆在大三的必修课。他在学些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他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上课方式。我们在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这一堂课里面，我们主要老师采用的上课方式叫做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是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问题导向的解决方式的学习方式，叫做简称 PBL。PBL 它跟传统的上课方式不一样，传统我们就是上课，老师在上面讲，可能中间有一些活动，接下来期中考在上课，然后在期末考，最后可能有一个报告等等之类。但 PBL 不是，在我们的这一堂课里面，老师会利用我们是三个小时的课，第一个小时老师可能就会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章很多小节非常多页，但是你要怎么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之内，老师会把重点讲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老师会给我们一个问题，在这一堂课里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学了视觉好了，他可能会给我们我觉得有一个印象深刻，就是救护车这个议题好了。救护车，我们听到救护车，你可以知道它从哪里来吗？很多人常常不知道救护车到底从左边来还是右边来，所以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很实例的日常生活的一个例题，就想说如果你今天你来设计一台救护车，你会怎么去设计一台救护车，你就必须要结合我们在感觉与知觉里面学到的听力、耳朵的构造、大脑的构造、眼睛等等，你就要去结合。所以他给你问题，接下来你们会有一个小组，你们要做的就是脑力激荡，去想一下在这个问题哪些我应该要拉出来讨论的。接下来就是资讯的搜寻，在这堂课里面可以带电脑去做资讯的搜寻，你可能哪里不确定或是翻课本跟同学讨论，这都是在资讯的搜集的过程。收集完这些跟我们问题相关的资讯之后呢，你就要去选择哪些是你要的，哪些是你不要的，最后你们小组整个一起讨论出我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一个现象这个问题，最后呢你就上台跟大家分享present 一下你们这一组如何去设计一台救护车。最后大家就可以课堂上的人啊跟老师啊助教等等就会给你回馈，还有他们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堂课的上课方式，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虽然有时候感觉
可能会非常的吃重，因为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以内你就想出这些东西，但是非常好训练你的思考逻辑跟你思考模式。在 PBL 里面我学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你要怎么在一个问题里面你要看到它的问题所在，挑出我可以做的事情，结合你心理学的专长跟专业。第二个事情就是 collaboration， 合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怎么在小组里面，三人，我们是三人小组，在三人小组里面去讨论，去沟通，去合作。所以沟通 communication 也是我在 PBL 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因为老师会在每一堂课都跟你换不同的组员，可能一刚才会很紧张，但是是你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 PBL 对我来讲影响非常的大。在感觉与知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期末展演。我们在期末的时候会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展演，你可以选择口头，你也可以选择表演方式等等。那我们这一组主要会有五个部分呈现给大家。那我们的最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在展演我们的视错觉的现象。那这张图呢，就是一个旋转马戏团的一个我们主要的一个大的 title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处于黑白之间，我们其实看表演中我们就看到黑色好像就会涂出来变一个人，就即便我们穿在身上两个 一黑一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有四个 part。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服装，是我们服装怎么样穿搭，就是你知道心理学可以帮你看起来比较瘦，就是你穿了什么样衣服，怎么搭配可以让你看起来比较瘦，就是没有胖子的王国这件事情我们在讲的。第二就是三 D 的扑克牌，它怎么样去制作成你让你的眼睛看到之后，它会浮出一个数字，感觉像魔术，对不对？可以解读，我今天看到我就知道你这张牌是什么，就非常有趣。其实心理学学了很多东西，是真的你可以应用到很多不同的面向。第三个就是费纳奇镜跟手番薯，这个就是动画怎么制作的一个最一刚开始的原理。我们用一张一张连接的一些照片，我们就可以制作出一个动画。这也是我们感觉知觉在谈视觉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第四个就是海市蜃楼，我们用光的原理跟镜子反射的原理去制作出来，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前面但你又拿不到的那种感觉，就是海市蜃楼的感觉。所以这里我觉得很大一个观点可以给大家，就是你看的不一定就是世界上，你所看的不是世界所示的，其实很多东西你眼睛所看的跟你世界可能不太一样，你可能会看到比如说有些色盲的人，他可能看到颜色，他看到的跟你的世界就不一样，但真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你现在看到的世界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那教程的上课方式也蛮特别的，教程的上课方式主要是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在课堂上呢，大部分的时间老师讲授的时间不会很多，讲授完之后呢，会有很多团体报告，会让你们课堂去讨论一些议题，一起分享。像有一些老师他就会前半部分的课程他就会上，比如说第一章到第五章，可能在这个学期的一半他可能上，老师会讲授给你讨论。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是，老师后半课程他不会教，谁教？你教，学生上台教大家。所以其实你可以学到怎么样自己去学习，怎么样自己去念某一章节甚至一本书。所以其实上课的主体是谁？ student， 学生，也就是谁？你才是大学里面课堂的重点。所以这就是大学跟高中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第三个 part 我要谈的就是我的研究计划。在大学里面我参加了实验室，其实不是每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都必须要参加，而且听到实验室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心理学会有实验室？到底在干嘛？对不对？很奇妙吧？实验室其实每个老师的专长不一样。那在我们大学里面会有一堂叫做专题研究，但它不是必修，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选修。那在实验室里面会依照每个老师的不同的专长，你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事情。像我进入的就是语言与认知发展实验室，那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儿童，我们主要在做儿童婴儿的一些研究，包括他的认知、语言。你语言，一个小朋友从小从支支吾吾他不会讲还没有办法成一个句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是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他可以沟通，很奇妙吧？那他后来怎么这么快速的他就可以发展出他讲话
讲话怎么讲一句话等等之类，就是非常小朋友的可塑性真的非常高，所以在实验室里面你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在大实验室里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专生计划。大专生计划是什么？大专生计划其实是一个研究计划的一个 program， 就是呢你在每上学期的时候你可以去投科技部的，它是会补助的，所以你可以完成这个大专生计划之后跟老师讨论，跟学长姐讨论，跟你的同侪讨论，在实验室里面，那你讨论完然后怎么样去写一篇 paper， 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实验，就是提出一个计划，然后呢再送到科技部，科技部那边就会帮你审核，在隔一年下学期期末之前他就会告诉你你有没有成功的获得他的补助。那有了他的补助之后呢，你就必须要再隔一年的从七月到二月去执行。那现在刚好就是我们刚好今年有获得科技部的补助，所以我们今年七月到二月就是我们的在执行我们的大专生研究的计划。那我们的研究主题其实主要在探讨同理心 empathy 跟 TOM theorem of mind，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同理心我们刚才大家都很能理解嘛，就是我可不可以同理你的感受。那 TOM 是什么？ TOM 就是心智理论能力，它其实在讲的就是我能不能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简单来讲，比如说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例好了，那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以错误信念作业探讨同理心对于心智能力理论的表现。我们的研究其实主要设计就是我们想要 focus， 我们刚刚说我们探讨儿童嘛，所以我们主要是在幼稚园去收我们的受试者。那在我们的实验设计里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探讨说小朋友在比如说霸凌跟霸凌者，被霸凌跟霸凌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我们去操弄之后，小朋友对于这个情境下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他会怎么样的去感受其他人，他会怎么样做出决定，这是我们研究的设计。那我们的研究主要就是我们先给小朋友做一些前测，看一下小朋友的 TOM 能力，在一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后测。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前测在做些什么。我们主要因为是幼稚园儿童，所以我们是用图卡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画面中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会呈现五张图，我们会说故事的方式告诉小朋友，比如说我来简单讲一下，比如说今天小明他在玩一块积木，他在桌上玩，玩完之后他好想去外面找同学，他就离开了教室，离开之前他把积木放到了抽屉里面，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小美进来了，他看到小明的抽屉里面怎么会有一块积木，他觉得小美就觉得积木应该放在柜子要收好，所以他就把积木放到了柜子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问小朋友说如果小明回来了他会去哪里找他的积木。如果你是已经发展成熟的，比如说你已经15岁了，那你大概就会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去小明他会去抽屉找积木，因为他本来就放在抽屉。但如果今天是还没有发展完全，还没有发展出很高能力的 TOM 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他应该就是柜子拿，因为最后那个积木被放到柜子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探讨的 TOM， 你可不可以站在小明的立场去想，如果他回来他会去哪里拿。所以在欺负人组跟被欺负人组一样，我们只是把角色的转换而已。今天如果是一个欺负人的人，他的东西他回来之后想要拿，你会不会帮他？这是一个帮助人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是被欺负的人是主角的时候呢，这主要就是我们在探讨的。那我们后来有做一些修订，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用图卡的方式呈现，这是我们后来的实验。那接下来我讲一下说在整个研究，在我在实验室跟我在撰写大专生研究计划这个历程当中，我到底学到了些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paper reading，文件的阅读非常的重要。在心理学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期刊，不同领域的，你要怎么样去从文献当中去看，去找出你未来可以研究的方向，以及它这个实验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是你在这个实验室或是在你在做大专生研究计划之前你会先学到的文献阅读的一个能力。接下来就是研究撰写的能力，研究撰写的能力，你在比如说我们在撰写大专生研究计划，因为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格式叫做 APA， 是美国心理学的一个撰写我们期刊啊论文等等的一个格式，所以呢你在实验室啊在撰写大专生研究计划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从我们要先探讨一个
我们的摘要是什么？我来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整个实验是什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写一下我的为什么会有这些 idea， 我有哪些理论可以支持，我的文献回顾一下之前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接下来可能就要进入我们的正题，我们到底做些什么？我们的研究设计怎么设计的？设计完之后呢，我们怎么分析？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我们讨论到我们研究出来的结果到底符不符合我们前面所提的假设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这对于在这里我就先讲一下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要选择读研究所的人，研究能力非常重要，因为你在研究所你做毕业你就要写论文，想写论文如果你又是心理学，你就要非常注重 APA 的格式，你一旦被发现不符合甚至抄袭是非常重要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第三就是批判思考，诚如我前面所讲，你在阅读文献再加上你跟你的小组成员在讨论的时候，你会去发现一个问题，它背后到底真的我们应该要看重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要拿出来讨论的是什么，那我们的逻辑我的脉络是什么。所以这是在实验室里面我学到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最后总结一下我的学习历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到底大学在学什么？ What's college? What we are learning? 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How to learn， 你要如何的学，这在大学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三件事情，怎么学，听，怎么听， Ask， 怎么问，怎么笔记， Note 有多重要。首先我就要先从听这件事情开始讲起。虽然大学里面老师一样会在台上授课，会有讲一些比如说课程课本内容啊，但是在三个小时的课程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吸收那些老师所讲出来一大堆，有些可能非常的重要，有些可能老师讲的是他的个人经验，你要怎么样去提取，你要怎么样去 coding 去到你自己身上，到底哪些才是我这一章节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所以你要选择去听，你要怎么听，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二点就是 ask，学会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门，真的不会有人教你，但是也就是你大学四年里面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在大学的学习课程里面，先回到我们自己来讲，心理学是我们阅读的都是原文书，所以你在原文书的阅读里面，你要怎么样找到重点，然后你可能会发现你在阅读有点不顺，或是发现问题的，这个时候问就非常重要。举我们老师有讲的一个例子，你在问老师的时候，你不应该是问说老师你上课不应该这么教，你上课的那个 PPT 不够美，或是 PPT 的重点太繁杂了等等。我觉得你应该问的是，比如说心理实验法，就我刚刚讲，你应该问的是老师请问一下心理实验法怎么学，而不是问说老师你哪里哪里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大学里面你应该回头去问一些更大方向的一个问题，然后从而去帮助你自己在学习历程上的改变。最后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note 笔记这件事情。就如我刚刚说，原文书厚厚的一本原文书，一本就要1000多块等等，你要怎么样在原文书的世界里面找到它的重点，让你可以在考试等等也好，或是让你自己在心理学的专业上面，你可以自己可以更了解到底这门课到底是学什么，这个学科到底重点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笔记是很重要，但笔记到底做些什么？笔记其实是你自己消化过后用你自己的话写下来的才叫做笔记，这些东西才能帮助你学习，而不是老师像个 PPT 写的东西你把它抄下来，这就是笔记。 No， 笔记是你自己的东西，帮助你自己学习，这才是重点。第二件事情在大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主动学习 Active learning，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主动的学习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你们一定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找资源。资源在大学里面非常的多，老师也不会一直要求你一定要赶快念书啊，不会像高中一样，对不对，班导师一直催你你要念书，我们要考试的等等，不会，在大学里面没有人逼你。所以找资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个资源是什么？同侪，同侪之间的资源真的很你可以好好的把握来自不同高中的汇集的地方来到一个大学里面，一个殿堂，你同侪之间在想什么，可能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从同侪之间学到一些新的想法，你也可以一起去探讨你们今天这门课到底，我今天我可能在微积分上面没有办法学得很好，但可能有些人就学得很好，这是可以利用的。
再来就是学校，学校里面资源很多，大学非常大，成大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学，九个校区11个学系耶。所以在大学里面图书馆很好用啊，或者是你的既往中心很好用等等之类，或是各式各样的讲座，其实学校的资源非常多，甚至不同的科系。再来就是学长姐都不会吝啬的说哦，不给你笔记，或是不教你啊，或是不给你一些经验谈。其实学长姐都很开放的，他们都很愿意去提拔自己的学弟妹，因为他们之后毕业了，系上就是靠我们，那我们也需要靠学长姐。其实大家都是互相的。再来，我要讲一个非常我觉得大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但是大家都不懂得好好利用，就是教授。教授的资源怎么利用？教授在大学里面，教授会有所谓的 office hour， 他们的办公室的时间，这办公室不是他们办公的时间，是他们给学生问问题的时间。他们会留下那些时间，会等你去跟他们预约。我今天想，比如说我想跟某个老师谈谈，我可能在这里遇到问题，我想问老师一些，这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个资源。老师老师一个宝库老师从大学、研究所、博士，甚至国外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教授的一个资源是大家可以好好利用的。但是就如我前面讲的，不是直接问教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懂得问，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找资源在大学里面也是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件就是团队合作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我觉得在成大里面的特色吧。成大里面有非常多的作业是需要小组报告、小组口头啊、书面啊等等之类，所以你必须要懂得 team working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贡献什么，你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学到什么，我觉得是团队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谈完了我的学习经验之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课外的经验。其实大学不是只有念书，真的不是只有念书，但要选择念书，这也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从大一到大二非常认真的念书，然后拿书卷，但我真的很幸运可以拿到书卷，从大一 到大三，到目前为止大四还没结束嘛，所以很幸运到 大一到大三都可以拿书卷，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我 对自己的肯定啦。但同时我要先提醒大家一下，拿书卷有多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你在申请研究所，这书卷跟班上排名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在读研究所，尤其是心理的所，真的是非常重要。好，接下来我来谈一下我的课外生活。我觉得在成大里面，它的课外生活真的非常丰富跟多元。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的社团，联谊性社团、学术性社团、运动性社团等等的，学生组织等等非常非常的多，你可以自己也选择。那我来分享一下我在大学里面的三个重要的经验。第一个是我参加 Leadership Center 领导力中心，领导力中心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可以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在领导力中心里面，他们主要在做的事情是他们会培育吗？培育一群学员，我们会报名嘛，学员报名审核之后，我们会收了一群学员。学员进来之后，我们会在里面有一些讲堂跟学堂的部分。讲堂就是我们会请社会上的一些，不管是企业也好，或是各个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等等，或是一些企业家等等的。根据我们主题的不同，我们整个学期的发展不一样，我们会请不同的人来跟我们学员分享。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开放性的一个资源。再来就是学堂。学堂就是我们的干部们会有，我们会有所谓的课程的专，我们有什么所谓的专员啊，或是我们的就是干部们，他们会来上课，会跟大家上课，用他在大学里面他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某些主题上的讨论。那我在里面做的比较特别，我们在做力报，就是我们的领导力中心的刊物，就是 lead。 那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empowering, large and reach your influence，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领导力中心一直在提倡的一件事情。那在力报里面我做些什么？我就是做除了把我们的讲堂学堂 promote 出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领导力中心在做什么之外，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专栏，比如说有一些蜜佳佳就是我们的CEO， 因为他真的非常丰富，所以我请他来写一篇专栏，来分享一下给大学生一些不同的见识。还有像一些学长姐，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想法，那我请他来写 news， 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新闻等等，那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还有就是学员们，你可以发挥什么样影响力 ，your impact， 这是一些简单介绍一下，简单几个而已，我们的专栏。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几个专栏我想挑出来讲，第一个就是 People 的专访。 People 这个专栏是主要是我自己去执行跟计划，那这个专栏我就是想要让成大的学生更认识成大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厉害的学长姐，但是我们可能都只局限我们在自己的本科系，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更多更厉害的学长姐。那透过这个专访，我们可以让不只是学员立的，其实不只是学员可以看得到，我们后来有发行实体的甚至电子报，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在这个专栏里面可以去认识一下这个学长或这个学姐他的经验是什么，那他有哪些话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学弟妹，这是我在专访里面做的。那这一个呢就是我做 Jimmy 的专访，那这个讲者刚好他有在 IOH 上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 IOH 分享，很丰富的。接下来另外就是寒暑假有一些特刊，特刊的部分的话，其实我想要传达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大学里面在学什么事情跟我在课外的活动我可以过得多丰富，其实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些人我可能选择我的社团啊，我的课外经验我要非常的丰富，但是有些人可能选择课业，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想要让更多大学生看到说我们大学生们大家在做哪些不一样的事情，借由这个专栏分享一下大学生各个领域的人也好，他们在寒暑假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有哪些想法跟收获，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机会去认识一下那些活动，搞不好你下一个参加的人就是你也不一定。第二个我参加的一个学校的社团的一个经历，就是服务学习的这个经验。那一年我是参加城南一加一计划的下半学年，那等一下我要提到一个这个契机是什么。那城南一加一计划其实就是成功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跟中国大陆的南开大学所合作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服务这件事情，服务学习嘛。我们下学期就是到大连儿童村，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大连儿童村，我们找到的一个地点。那大连儿童村其实是一个收容受刑子女的一个家，我把它称为一个家的因素是因为它的创办人是王刚一先生，他真的看到了儿童的需要，看到了在大陆里面大家不重视的，我可能都会觉得啊，你是什么一个受刑人的子女，那你一定就是下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真的是大家的刻板印象，真的不要这样去看一个小孩一个儿童。所以呢他看到了一些现象之后呢，他在大连那边创造了一个儿童村，那也就像一个家一样。在那里我也感受到他对于儿童教育的一个热情，也让我真的是确定说我自己真的为什么要读心理，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心理师，真的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趟旅程。在那里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能会就像带夏令营啊冬令营的感觉一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手工书的创作，让他们记录，可以让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些简单的美术课程、科学课程，或是有一些烹饪的，把台湾的食物怎么做，比如说水饺怎么做，还有我们珍珠奶茶有分享一下给他们，到底台湾还有认识一下台湾，介绍一下台湾有哪些的景点也好，还有台湾的历史文化等等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在这一次的服务里面，就如刚刚讲，我其实被王刚先生的那种理念所感动，也让我知道说其实我想做儿童的这一块，其实还有人跟我一起努力，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所以看着其实在儿童村里的每个孩子，我真的觉得听到他们身上的故事很让我更加可以很更能激励我自己，让我在我一直持续做的事情会继续的坚持。像当然在我们城南一家业服务之外，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认识大连东北耶，东南的才可以去，而且我们又冬天去，雪怎么可以不看呢，怎么可以错过。所以我们去滑雪，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非常的特别。你知道滑雪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受挫非常大，发现我自己原来自己这么不协调，滑雪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滑一公尺就已经非常难了，更何况你要爬到山顶然后再滑下来，
让我非常受挫的是，我们有一个我们要坐类似缆车的东西，我们要搭到上面，然后再滑下，因为它很高，你滑不上去。搭那个缆车，因为它是自动，就要一直跑，然后你要扶着那个线，然后还有一个简单，你要一个姿势，然后让你顺势滑上去。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滑上去，所以那边的工作人员、那边的教练，然后就只好扶着我上去。我真的觉得非常大的一个经验，但也让我学习到，真的是不要放弃，真的是。就像我刚刚在讲的，我在做的事情，我等一下会分享。我在做的事情，可能你一个人力量很小，但是一群人一起做的事情，力量真的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你要先不放弃，你才有可能看到有这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努力。接下来谈的第三个就是交流的活动。交流活动真的非常的特别，而且我也认为说是你今天进到成大里面应该好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因为在交流活动学校办的。顾名思义是什么？它可以帮你省很多钱。如果你有一些经济负担的压力，其实参加交流活动它是一个管道，它可以帮助你，让你去认识不同的人。交流活动我觉得它有办很多很多，在大陆的活动其实很多，你要去跟大陆交流。那我分享一下我参加两届的学生领导力论坛，那是什么？在我第一年大一的时候，我刚好是进入学生会的外务部，所以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刚好是我们在筹办学生领导力论坛，让天津大学跟南开大学同学来到我们成大，跟我们一起透过论坛的方式，透过不同的主题去讨论我们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分享自己的经历。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说，大陆那边学生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思维，还有在大陆那边发生的事情，再比较一下台湾的大学里面在学些什么。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生领导力论坛在大陆大部分都是研究生，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啊，还有他们派出来的学生素质有多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管道。那在这个呢，这张照片就是我第二年的时候，第一年是我们招待他们来，第二年是我们跟天津大学合作，所以是我们到天津大学那边去参加论坛。那这次又很特别，第一次他们来有天津跟南开，第二次我们去有谁？天津大学跟成功大学之外，还有台大的学生、交大的学生，还有淡江大学的学生，来自五所不同大学的学生共同的去激荡出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特别的经验，让我在论坛上面就算是分享自己的经历也好，可以得到原来大学里面其他人在做些什么，不同的大学他们又在做些什么。那这是我们这一组，我们这一组的成员，我们的一张大合照，我们分享我们在那次我们那天成果发表之后的一个成品。我觉得其实非常难得，而且你看可以认识到来自这么多不同学校的学生，真的非常非常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我在整理我 IOH 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事情的时候，我去看那些照片，真的是这个交流活动我觉得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大很大，对我来讲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建立了我在中国大陆的人脉，这么说吗？就是我觉得我认识了非常多中国大陆的学生，不管是透过这个活动或是我以其他的活动，让我可以就是除了台湾我认识了这么多人，我还认识了其他各地的人，学生、研究生等等，或是社会人士，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那我们在学生领导力论坛里面，我们还会去，比如说去上课，去真的实际的去他们的课堂里面上课，跟他们大学生一起坐在教室里面，去体验一下老师们在上课的氛围跟学生们的感受。真的是，我觉得那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以为大陆的学生真的是一群很会问问题、很踊跃的一群学生。但我想分享一个小经历，就是我在那里的一堂课里面上课的时候，当老师问说有没有人想要，因为我们刚好去旁听，就是一起上课那堂课是在谈音乐的大的议题，这个他就主要是谈音乐。然后有老师就问说有没有人要来分来拍一下上面的节奏啊，或者是来唱一下。这时候我想说大陆的学生是不是大家都踊跃举手，结果不然，真的不是结果发现反而是我们台湾我们这一批人，就大家就很踊跃举手，也许是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很新奇，所以我们想要来尝试，所以我们就举手了，所以有学长他就举手了然后来尝试。我觉得
看到大陆的学生看到我们的话，我觉得那种眼神是非常的特别。而且其实我会发现，其实大学生的生活形态，其实我觉得其实差不多，真的没有差到非常的多，也不用一定觉得说大陆就一定比我们还要怎么讲，还要更会问问题吗？或是比我们更厉害？我觉得不用有太多的那种压力跟束缚绑在你自己身上，但同时啊，你也不能少掉一些竞争力。我觉得这是你自己要找到你自己的竞争力。所以我这个交流活动跟我在课外活动，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交朋友。交朋友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你大学四年里面，甚至毕业之后会影响你非常多的。它可能影响你，或是可以让你不一样的，比起你的专业来讲更有影响力。因为在大学里面，你想想你参加了课外活动，你可以认识到来自可能中文系啊，或是理学院的、商管学院的、工学院等等、医学院等等各式各样设计学院的，他们的思维脉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可以透过一些课外活动去结交一些不同的朋友，去累积你自己的人脉。我觉得人脉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至少你不会得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会的一件事情，还有我们怎么跟人一起做事情。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交流活动的一些照片，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在短短一个礼拜之内，我可以建立起我跟他们天津大学的研究生、大学部的学生，甚至博班的学生怎么样去建立人脉。我觉得互相的沟通非常重要，因为互相的分享，我们其实都是在论坛上也好，或是在论坛结束之后，我们都一起去分享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彼此去分享，其实是一个就像我在这里 talk 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开放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更认识彼此。这真的非常特别的一次活动，所以我其实真的很鼓励大家要好好把握学校里面的资源，尤其是交流的活动，可以激荡你更多不一样的想法。让我现在回头看，我真的不会后悔我参加过这个活动。除了大陆的朋友之外，我也认识台湾在成功大学里面二十几个，你想想每一届都二十几个人，你两届你就四十几个人，你就认识更多人。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非常非常对我来讲印象很大，印象深刻的。而且这些人都是你想想能够来交流活动，已经经过筛选之后进来的人，他们的想法一定有他们特别的地方。最后我要谈的一个经验是我在课外学校之外的一个志愿服务的经历。志愿服务的经历是我从高中开始就在接触，但我第一次接触到国际志工是在我升大学的那一年。升大学的那一年考完职考，我是个职考生，考完职考之后呢，我去报名了一个国际志工的服务。那我来到了新疆，新疆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我第一次到国外从事服务。还有非常多非常多我的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第一次。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搭飞机，我第一次坐卧铺火车，第一次坐卧铺巴士，第一次体会到大陆的人有多在赶火车的时候真的很挤很挤，你必须要好好的跟紧。第一次看到茅坑到底是什么，我们原始的生活，因为在新疆它比较离我们的首都城市非常的远。再来就是毡房，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少数民族他们住的毡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也第一次到河边洗头，在那个我半个月，我们去新疆半个月，在半个月里面你是没有卫浴设备的，你唯一如果要洗只能洗头，在哪里？溪边、河边，那是非常冷。我们在地理课本上学新疆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朝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在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冷，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溪水有多么清澈，也非常的冷，真的是体会自然的生活。还有第一次骑马，第一次看到葡萄沟是什么，第一次看到坎儿井，地理上课本的东西，真的对我来讲非常新奇的经验，也是我第一次当国际志工。所以我接下来就要分享一下我在国际志工的在那一次服务的经验里面。在新疆里面我是担任摄影记录，在那一次记录里面我真的是可以看到孩子们不同的面向，还有不同老师们，就是我们一些志工们在带团体啊，或是在带课程的时候大家的不同的想法。
而这个是我第一次带的一个班级，因为我同时也是低年级的导师，我们会有一组一个 group 去带一个年级。那个刚好是我们带的是低年级，而低年级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低年级的学生，就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啊，甚至幼稚园的学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天真，而且就是因为还小，所以他们有无限的潜能。而且我最喜欢孩子，所以我就想去带低年级的导师，也是我第一次去做家访。我真的觉得去家访让我更深的去了解到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新疆孩子们的家庭里面，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爸爸妈妈跟他们兄弟姐妹在做些什么事情，也让我第一次真的体会到什么一个情感的不舍。我看到了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有高年级的小朋友，他们跟我们的志工哥哥姐姐们其实是非常分不开的，他们会很希望我们继续留着，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新疆的他们的族群，而且我们也有我们台湾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要选择，而且我们必须要学会去面对的一件事情。这也让我真的学会去面对到我自己的情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我跟来自台湾不同的人20个人左右一起去到新疆，一起相处15天，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只有人，只有你20个伙伴可以跟着你们一起，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一起在这半个月里面，我们体会到了很多很多我的第一次，也奉献出很多我的第一次，但同时我也吸收到很多很多人不一样他的故事，也让我接下来选择继续从事志愿服务，让我在每一年的寒暑假都会前往志愿服务，比如说尼泊尔、菲律宾、印度等等之类的国度，去贡献我自己所有来服务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在志愿服务的经验里面，我学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用心看，真的透过你的心，用你的心去看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第一个要看的是孩子，我学会用心去看孩子，虽然我本身就很喜欢孩子，但有些人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孩子，会觉得他孩子好吵，都一直在讲话什么之类的，你可能没有办法管得了孩子，但孩子就是因为他够天真，他够单纯，他可以把他原本的想法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他对你的喜欢、对你的讨厌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我看到的是我好像过了大学或是过了高中之后，我在网上念书的过程中，我好像渐渐失去了东西。我从孩子们身上，我看到了那份单纯跟那个初衷到底是什么，也让我在每一次的服务里面，我可以听到孩子更多不同的故事，也更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如果我成为一名心理师，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教育，它让我重新去看教育这件事情。在国外的教育，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印度看到的两句话，这是我在印度德里那里，我们去的是一个短期童工的收容童工的一个家，在那里他们真的非常的看重教育这件事情。我想童工大家不陌生，而且尤其印度在一个人口密集之下，他们在工业想要快速发展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都会使用童工去帮他们做事情。但童工其实是被压榨的一群人，我在那一次真的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生活是有多幸福的，从小的生活。那我先主要来谈教育，教育这件事情，他们在他们的收容之家里面，他们有两句话，他们写的 Every child has a right to education， education 这件事情对他们俩非常的重要。在和他们的创办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说教育在印度的影响力有多大，每一个孩子出生，从以前从历史脉络来看，以前的一些阶级制度之下，到现在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保留了那种阶级的感觉，尤其如果你出生在你爸爸妈妈是工人的一个家庭之下，你可能你的生活你可能会跟着你爸爸妈妈走到处去找工作，
你可能没有一个稳定安稳的一个童年生活，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受教育，没有办法去学习。所以在这个童工之家里面，其实他们就真的很提倡教育，他们希望孩子们不是去打童，就是成为童工，应该是去受教育。因为另外一句话我看到的是，他们在他们墙上写着是 Save the childhood, save the nation， 只有拯救孩子的童年，拯救孩子，你才可以拯救这个国家。这可以让我看得到说，印度这个地方，你如果真的想要有一番作为，教育对他们来讲真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有一次在那一天刚好是他们的一些上层的，就是比较管理阶层，他们刚好就出去办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随行的一个翻译，就是他们大学生来回馈，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跟小朋友沟通。在那一次的过程中，因为小朋友就是很爱玩，加上我们又更熟了，在那里待了大概半个月左右，所以其实大家越来越熟之后，小朋友就越来越开放了，跳窗户啊等等之类啊，上课可能就非常的自由自在。但是回来之后，我们再跟那个大学生，就是印度的大学生，他其实也是童工，然后他自己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怎么样被我们就是这个创办人所救出来之后，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在对待之后，现在他来贡献他的童工之家的这个故事。那我想要讲的是，我在跟他讨论我们那天上课的过程，因为我后来已经不是一个志工的身份，而是一个领队的身份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更上层的事情，你会更要去，更不只是爱孩子这件事情而已，你还要看到自己伙伴的需求，看到你队员的需求，还要看到整个当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的需求。所以在我跟他讨论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他真的很看重教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小朋友应该好好坐下来，好好的就是来听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分享啊，在带来的一些活动。所以当他听到有些小朋友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乱跑的时候，他的眼神跟他的神情就是流露出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觉得孩子应该要认真。但我们也跟他讲了，其实孩子就是他们天真的一面。所以从这些经验，我真的可以看到说他们对于教育有多重视。白的，我也顺便讲一下，童工之家的创办人就是今年获得和平奖的，哇，他叫什么名字？和平奖的那个叫做那个男生，对，就是忘了他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男生，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童工之家的创办人。那他不仅创了我们短期收容，还有长期收容的童工之家。他所想要给大家，就是其实也是在传递一个教育的概念。那等我想起来，我再跟你们说。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除了马拉拉之外的另外一个男生。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看到的是心理师的需求，看到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在我的志愿服务里面，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孩子，很多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可以看到说，儿童不只是童工，甚至我到菲律宾有去孤儿院，在做一些志愿服务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儿童这一块是我想要奉献我自己，我想要贡献的。那我身为一个心理师，到底可以贡献什么？在印度那一次的体验真的让我非常了解心理师的重要性。因为来到一个童工之家，来到孤儿院，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内在非常抗拒的，我们会非常排斥外在的人或环境，我们会很恐惧。像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印度童工之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是高墙围起来的。为什么要高墙围起来？因为一刚开始创办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被认同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就觉得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认同，所以他就不会去支持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也为了保护那些童工，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放上印度的我在那里服务的照片，因为我们必须要保护那里的童工，不被再一次的被抓回去工厂里面工作。所以我觉得在那一次里面，让我真的了解到，因为去走访他们的环境，童工之家的环境，他们也告诉我们心理师的重要性，就是当孩子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孩子沟通，跟孩子建立关系，跟他了解到说这个是一个家，是你可以放心，可以随心，可以在这里做你自己，
跟好好享受教育的一件事情。在那里，他们会帮他争取应有的权利，比如说他们所赚的钱，可以让他们，还有就是让他们找到他们的父母，可以跟他们父母沟通同工之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还有教导他们教育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在不管是在孤儿院啊，在同工之家等等之类，或是在一般偏乡地区服务也好，都让我看到其实心理师在这个地方真的占了很重要的一块，真的是其他角色你没有办法去取代它，而且真的是我想贡献的地方。最后让我重新看我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每一次的志愿服务，你当然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你去到的服务据点会是不一样的孩子，不一样族群，或是比如说孤儿院，或是我刚刚讲，或甚至是像泰国就是什么有一些受刑人的那里，所以你可能接触到的群体不一样，所以让我也重新去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非常难非常难理解，也非常难厘清自己。我觉得就算你一生你也都在想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透过了志愿服务的经历之后，我其实会发现有些时候你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你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像举例我自己，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严肃，虽然还是有这一面，但你可以发觉到你另外一面，你可能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你是多么的兴奋，你那种内心的澎湃，你可以去了解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成长了些什么，去回过头来看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做些什么事情，我是以什么样的我生活下去，所以其实会让我重新去省思，也去看到我是谁，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总结我的 IOH 讲座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谈心，就是谈我到底在这段期间从大学一路我刚刚分享的过程下来，课内课外学业社团志愿服务的经历，我到底学到什么事情。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在大学里面真的分享给你们，在大学里面成大里面真的选择去创造你自己的机会，创造你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大学里面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没有人会逼迫你，但是你要懂得去为你自己铺一条路，那条路是你选择你去铺你要走向哪里，不一定要 follow 别人。我真的觉得第二件事情，过你自己的生活， It's your life， 大学生活你的人生都是你自己的，你大学四年想要怎么过都是你自己的，不需要因为我觉得常常看到很多学弟妹，就是比如说我看到有些人课外社团活动跑得很勤，他可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头衔，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我想说的事情，这是他的选择，他已经在那里付出很多他的努力，他在那边他可能获得很多他自己的成就，或是他找到了一些价值，所以他选择继续贡献或是继续朝那条路迈进。但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走那一条路，我觉得如果在你什么都还不确定，你可以多方尝试，多方尝试之后去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你未来大学四年你想要走什么样的路，不见得你跟着他就是一件非常就会让你非常有成就啊，成为伟人之类的，留名千史等等，所以我觉得不是，是你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你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学弟妹的想从就是尊敬你的对象，或是想要效法，那个效法不是盲从，而是我想看齐的一个学长姐。我觉得这是在大学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去过自己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大学四年里面回头去检视我自己大一大二大三到底是做些什么的时候，也给我自己的一段话，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不需要去被评价我到底生活的如何，我是不是只在做某些事情，如果是我喜欢我就去坚持去做，我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去否定了我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大家在大学里面经历过事情的时候可以时时的提醒自己，给自己一个信心，给自己一个勇气，让你在大学里面你可以过得非常丰富非常灿烂，灿烂你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以上就是我在 IOH 分享我在大学学习经历的过程，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提出来。谢谢大家，我是成功大学心理学系兼修中等教育学程的学生陈佩文。那谢谢大家。